好，我们开始开会。来，上一次的会议记录已分送在各位议员桌上啊，请各位议员啊详阅。有没有意见？没有，我们会议记录就确认。向大会报告我们上午的议程啊，继续我们社政部门的执行。首先执行的议员是郑新柱议员，时间15分钟。小主任，跟我们这些各部门这个主管，我来先请教我们的社会局长一个，姚局长哈。这是台北，不是我们的啦。台北这几天的电视一再在报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跟我们校园的营养午餐，台北市估计就对，每天估计有7万分啦。但是一天的回收量吃不了的头三下以上，剩的吃剩的倒掉的，我说台湾的说较慢的啦吼，会当做17000的这个便当啊。那是一便当55块的发包电表，安尼一天的新台票，敢那倒来做吞汤，吃不了的倒掉的93万5000块。一年倒掉的都1亿8700万呐！全台湾的呐，假使讲咱比较成台北市营养午餐，是资料较歹食，也是无人要食，也是台北市的囡仔较好命。一年当这营养午餐吃不了的，讲会当起70栋100块一大楼啦。我本来了解我的基地顶界，咱的社会局，我有个拜托，当然是伫以前还未合并，营养午餐呢，有那整理过一寡，或者艰苦人伫下课的时阵，啊来排日来发给人啦。那啊，这应该是属教育局的工课，啊，我是要请教社会局长。你甲你了解的，咱的高雄市教育局营养午餐呢，食不了头开啥？当然这是教育局工作，是讲教育局，我请教你啊。来，请啊，来请咱的局长姚局长答复一下。请姚局长答复。最近即马的营养午餐安尼剩偌济？即马可能阮阁爱去甲教育局问新的数字。因为教育局，因即马每一个学校营养午餐，你有咧甲了解无？差不多咱高雄市的所有营养午餐倒掉的有几成多啦？摆用啊！歹势，这数字我即马手边无，啊，不过阮问了，会尽快送去予议员。这应该含教育局来配合一下，好唔好？是。这足无彩啦，日本我这里。半日本教育的无当奈非常无彩啦。你甲看总这会食一个物件，而且我甲看鸡腿拢加一边安怎安尼？啊，另外啊，有哪看到咱的菲律宾遐，迄拢伫人个餐厅倒出来，吃伊款的回收的毛啊布安尼，手无洗，囡仔安打开食，打开咧食臭成分，我看到有哪心生不利啦。因为我家己有在发爱心的便当。那是俺各局配合看嘛嘞，那会当啦吼，尽量那种医用有呢，啊，即马有无我无了解，或者低收入的人，或者或者个因弱势团体的这个学生，拍便当会炸断的，这点局长你看安怎？感谢议员的关心哈，因为村的假面。阮基本上即马，阮高雄市社会局即马咧处理的食物银行是无咧处理食剩的遮的食物，啊，阮拢是干食，嘿，干食，因为阮即马有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卫生的问题。就我知这拢起咧拢倒当喷烫啦，这有够无彩啦，实在真的营养午餐嘛袂歹呢，
那些对我的发的病毒比我的更好呢，咱实在讲呢，吼、哦，所以这那下当吼，暴殄天物，我搁今仔去撒一句国语来呢，暴殄天物做无彩，你那含教教恁就看嘛呢，那下当吼，遐弱势族群呢，那吃不了水泡泡麦豆豆的袋哦，吼，伊泡泡是怎客等于吼，以前我咧做。前哦，在咱的谷歌用其实安尼做法，这点拜托你一个要局长啊。是。人从台北市遐讨钱，无咧讲台北市的囡仔咧食吼，较歹吹到啊，无一定高用，应该无剩三成啦，吼、哦，无剩三成。有一款是面包啦，小、哦、胖迄种诶、哦，还稍微可以一点。不过那是解密，尤其营养午餐。安尼应该很快就没有办法、啊。啦，啊，你下昼下昼搭客等于啊，客等于用啊，不过煮煮的煮煮，色应该就那会价值啦。我古早人哦，嫁囝娶新妇，你可能唔知无冰箱呢。啊，还弄得烫菜尾、粉头啊，啥物拢有呢？烫到一个月啊，咧烫呢，无冰箱呢。吼、哦，这点咱拜托一下好唔好？是，我来问嘿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那我来请教咱的罗岗局长呢，吼、哦。近目前，伫台湾地区45间的这个企业放无薪假5292个啦。这放无薪假有人来搞倒，伊无谈袂使呢。这放了这无薪假，吴东基先生是讲吼、哦，放无薪假会当伊领诺贝尔奖啦。啊，我唔知咱请教到咱的局长。高雄市近目前登记有案的放无薪假的人有偌济人？来请局长一下，是有啊无？请李局长答复。多谢你电话的关心啦吼。目前是无这个接到这种吼放无薪假这个通报，无，目前是无。三月之前有，即马拢无，哎。安尼吼，哎，是是是。是讲这个对于放无薪假话，那是讲。即为了咱会拄到的工课，放无薪假就犯了半当啊的要死啊！啊，所以叫放无薪假，伫咱的政府劳动部阁有提半两摆做就业的安定基金，吼、哦、啊！使讲看是要放无薪假的人去参加这份，讲会当领一点钟120块顶顶，高雄市教来办着即款的律师失业补那地。啊！这个劳动部请一块经费来，伊每个月会当做帮忙个12000块，有那等于个另外都另外有一款的机械的团魂呐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教一块技术种种，教又教教无用，到这两面来去得个了解。因为这部分来讲吼，目前讲是来啊，并无吼，迄、那个劳工片吼。好，申请这种啊，这份补助，要无这个例就对了，嘿。安尼吼，哎，是，嘿。啊，请教你，起码我来看到消委局的这个业务报告内底吼，近咱超过65岁就对了，吼、哦，超过65岁，这人数有够悬啦。这65岁已经12%外。65岁，照讲，我76啊呢，局长，你讲看我啊，这阁未歹呢，无你看我这届议员做甲狗啊未死人呢，我76岁啊呢，65岁，迄即马无咧食烟饭，要甲囡仔即马环境歹，是毋是有一个临时工？迄一工120块，一工哦做3点钟、4点钟，伊就毋免甲囡仔伸长手，毋免靠了国民年金3000块咧生活。劳工局这部分敢会当来斗协助一下，因为社会局无咧办一个嘛，因为业务报告咱的人口65岁以上已经全国统管的占要13%咧。局长，你的看法咧？我针对讲吼，咱65岁以上这银发族吼，确实讲吼有这种吼工作的需求吼。我较轻松的找一寡好伊做，伊会感觉做有尊严安尼啦。我讲这种吼，不分公司啥物种吼，什么迄个大工迄种就对啦嘿。啊，104年吼，我拢总开发迄个5236个迄个不分公司啥物个357个迄个家庭大工，有种机会就对嘿。要提供只银发族做参考运用嘿。迄个局长，我阁请教你，刷出一居定点一居，我估计讲着拢会加资个高窟。宜居津贴啦，我得个注音咧吼。1804年度，咱
骗你省1500万，但是实际发858万出来的，补助146个，控压你的掉，今年那只控一了，骗你1500万，符合着律师这款的所处定价的，一人数，那如今你表为101、103、104，甲105，算你年下降。这个现在应该这个所处的人足侪是高阳，他无食，难做唔搬入嘛？是安怎他的这个咱咧甲补助，会当偏力来甲补助这个预算，啊，他会愈来愈少人申请，是无人申请，还是条件未过啊？局长啊，请教你啊，这个当看这数字吼，这申请件数是有小可有较减啦吼。我咧讨，我问你检讨讲到底是吼，我咧宣传了无够，还是讲迄吼，我要点资格条件吼有较严就对啦吼。我即马吼，即马要针对这个新的办法做一个检讨就对了。是讲哪特别高的人才来高雄哦，爱另外用较好的条件的啦。是是是。迄、那个科批讲底下人讲吼，啊，这个扩建，扩建门以后，扩正门以后，哎、欸，这股对不对啊？卖点包啊！台北市，我听阮的议员的同事甲我讲，迄调动的几千个申请要调动的，啊，所以伫台北市类似种种的，当然市长个人个人的作风啦。我咧想，高雄是三明治受地灵人杰同好的所在，吼，那会当，何来咱这个一年咱的人口数倒减呢？会小叫你敢知影？顶天我甲问卫生局，是按照即卖的人口。太愈来愈倒退愈啦，煞死亡交叉，煞生意较少，我做完乐呢。啊，哥说啊，去老十栋后、二十栋后，我看学校得观光客。那类似这问题，局长你有哪较用心一个？类似这有哪个较加用心一个？安尼好唔好啊？是，嘿。过来，咱有咧补助的，如讲律师去啦，吼。啊，是讲这个弱势劳工个别也得这个企业的头家嘛，啊，所以咱有得辅导啦、协调啦，啊，本身个服务处有哪请委托咱遐咧协调吼，但是人家当着诉讼诶，这头家一皮天啦、啊，无人输啦，头家是非常皮的啦，每加两年啊，互劳工哦，那就咧挂伊个骂咧啦，咱有得甲。辅导委请律师替检察官的鉴定，咱有提这条意思嘛？有啦吼，劳工看到基金嘿。对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因为有的人劳工是廿七未过关啦。哎呀，我讲这你唔知听有无？因为咧用币的，那币无啥有呢？哦，廿七未过关，就是讲家己在咧吊顶啊。吊吊就是无通出门啊！啊，你叫律师费请了后，搭客收据啊，来去咱遐申请请。哎，啊，就先去转店转转个转钱，啊，转来请律师了，再来请。等恁这事先，恁若认为讲条件会通过，哎，主席我讲安尼对不对？条件会通过，哎，阮住民呢，我那辅导过来行小过个呢，你会替我讲好话呢？好、哦，是不是只要有请律师，你调查事实，这个个案对当甲破获，免过伊先借钱来立律师，劝你去调查过来先借钱。我讲安尼，你敢听有？我听有，我听有嘿。好、哦，你的看法呢？目前的规定是讲吼，你也讲要申请吼，律师也是讲诉讼，不裁判员就对了吼。哦。必须讲吼，提出一个吼收据啦。讲讲，假使讲有委任律师吼，去拍咧官司咧吼，收费的收据，参咧迄个法律迄个裁判的收据吼，只要收据就当申请补助，我照伊经验会甲补助就对安尼。对啦，是讲那迄个律师咧请拢4-5万呢，一套4-5万的进钱足歹赚呢。你无可能局长，你无伫外口知影这，我的便当吼，伫发是讲那发3年都无人领，无如果愈发愈济呢，愈发愈济人呢。所以表示经济歹，尤其是伟大的马总统，吼，这八党来哦，都大行，大行拢去，敢那薪水无去啦，会阁招两分钟好无啊？你讲了，我甲你。哦，你向我无讲够，你一暗问的，啊，我一暗念阿弥陀佛，行你啦哈。哦哦。伊个
因为无限拢起价，薪水无起，所以就生活困难度调度这个劳工有够困难的啦。真正这点我拜托，那是哦偷鸡傲慢的吼，拜托恁内派专员来甲了解，确实这件就当得小过。先来改到破款之外，免予伊借钱来吃话拢总无钱当吃就输总放惊伊啦。我捌拄着安尼啦，吼、哦，这点公文中好受用，局长我这点的看法，你阁说明一下好唔好？我知吼，迄个原则体贴者弱势劳工啦吼。我吼照目前的规定吼，都一定要一个受雇者好多新增吼来个补助都对，无受雇都无多吼。唔知讲话报咗话是经验啊，系哦。迄、那个局长，我请教你吼，最后一个问题。是啊，伫咱的业务报告第六页有讲到推广本地化行销、市场市场按摩来这个开辟客源啦吼。我唔知啊，迄、那个九如路你敢捌行的九如路？九如一路加九如三路，啊，我咱那个九如四路，局长你敢捌行过？因为有经过啦，有过吼、哦，对。你安尼甲看过迄个泰国底下人的头几间啊？我无甲特别注意呢，有啦，无甲特别注意啦，嘿。你甲一百间啦？哦，高速公路的，你到遐敢那九如路一百间拢泰国嘞？所以即款的市场的生意拢拼倒啊哩！是不是你有哪来大发慈悲的？你做人菩萨心，我也要看命呢。你会吃百二岁，不用做工课，是不是当当百货公司咱劳工局甲出面一下？吼、啊，加减啊，互伊抓一个头壳三几百块，安尼唔免即马市场的吼，内底抓人无当抓，你无能讲伫机场啦，伫高铁的啊遐。迄应该百货公司较济人来甲辅导一下，互伊点仔道理啊，连出面来甲安排。啊，即马市长的哦，实在是拢互即个泰国的掠人拼拼倒啦。你若唔相信，我相信咱这文武百官，你甲算一下，超过一百间呢。啊，市长的在咧困难，那无采下一手功夫。你看，我咧讲安尼下手的未啊？会当去百货公司咧接头。好一条椅啊，好一台，好加赚两样，安尼你有看法咧？就这种据点，拢尽量找种人较济的所在啦，拢用往有这方向来规划就对啦。哦，目前来讲吼，我用这三间百货公司有做据点啦哈，包括这个梦时代啦、亿大产业的环球购物中心啦，有这三间就对啦。以后我们继续来吼，来扩张看卖是安尼。是哈。是，我来继续努力。谢谢。曾议员，你的建议吼，就讲劳工从原住民吼，知影讲是原住民，法律的律师、法服基金会就无加收钱啊，直接就加斗三工，应该是讲。如果劳工局也可行，他先去了解他确实是劳工的话，他就你们就直接就协助他们嘛。我们原民的是这个样啊，原民会的都是这个样啊。他身份确认之后，哦是原住民，也就免纳钱，也就领受的退役打官司啊啦。劳工嘛，像呢，然后确定是劳工的话，就直接就帮助他了，还要叫他去拿钱先缴，才有收据。就没有那个钱，所以才需要帮助啊！哈、哦。对啊。
免借钱啦，身份确认是劳工，就得甲斗三工啊啦，吼，安尼。好，感谢，好、哦，谢谢郑议员的执行，哎，上帝祝福你。哦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